看不到土后不？啊？我出来多，你们来多少天？那我也差不多一个月了。半年了。拿东西下去放呢。给他叔叔拜一下。拜拜。拜拜，想喝点。我也想喝点。我回去了吧，拜拜。我们过几天也回来，我们过几天一起去玩。到时候你去我们那里吃西瓜呀。吃西瓜。阿叔也有份的嘛，那个西瓜。对。好，拜拜，一路平安，再见。叫阿叔的。阿叔啊，到了，吱一声，叫阿叔，快睡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慢点啊，阿姨慢点啊。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啊，过几天我们见。啊。好，他说好。车上叫喳喳叫喳喳的，一下来你都不叫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下雨，这边也可以，笑一下，嘿，阿伯又笑了，大家下来玩。天黑了，吃饭，哎呦，饿了，搞点东西吃，再看看有啥吃的。刚才停了一个服务区没吃的，对，上个服务区没吃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。都是这样，估计也没有吃了，应该都洗东西了。你吃的这个粉，你看吃啊，哎，啥都没有，而且还没有盐味，那不是难搞哦，好难吃。这个服务区啥东西都没有了吃，只能吃点泡面了，太难搞了。就两，去买那碗粉，哪里叫粉，就是一点酱油汤，加那个一点米粉下去，都说是粉的。啥都没有。先垫点肚子先，等下到哪个服务区有好吃的再吃一点。这个泡面还比里面那个他们煮的面好吃。里面的面就面，加那个肉。有肉吗？肉丸。嗯，然后那个汤估计都是酱油。酱油汤。没有酱油。就吃泡面好一点，吃完继续赶路。到了到了，终于到了，哎呀，到我大江口了。搬东西，快点。卸货，哎呀，卸货，装那么大一车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你那个茶叶扁没有？没扁呢。那都压成饼了，哎呦，我感觉腰都不是我的，是不是？腰都要，你看我们一回来就开始下雨了，这个茶叶不用拿下来，茶叶放到前面去。人家明天他要送回去嘞。急什么？嗯。你不帮我抓鸡吗？哦，你说等下不涨水呢？下雨了，你不抓鸡，搞不好今天晚上要。搬家都不一定，你想回去？先抓，先下下货先。下货。这是那吴总给的哦。要放到冰箱里，太大了。吴总也太有心了，回来了给我们带这种东西。这是啥东西啊？我们
然后你不干，它都是鸭肉，两只鸭，还有鸭。是什么鸭？不知道啊。是那种，酱母鸭吗？没开过，不知道。打开一下，等一下放到冰箱去。哦，包装好的，应该是酱母鸭。酱母鸭。嗯。太有心了，非常的感谢吴总。还有两块肉。嗯。红油。要放到冰箱。这里还有。两份啊，你一份，我一份啊。哦。嗯。我放到冰箱去。太有心了，哎。今天你回家要拿回家。嗯。要记得哦。哎呀。前面咱12个小时，我都感觉我都还没得开够，它就到了。哎，太难搞了。我是应该给你一口气开到，你们开车的时候都没说，都不见得你说，哎，就这点距离，一到换了呢，又到了。他到家了，但是我还没到家，我还在这里混一夜，明天我再叫他送回去。明天搞个土鸡来回去。准备给，等一下要搬鸡了，如果再下雨的话。搬去我那里吗？哎，搬去你那，你想得多。我懒得搬完了，喂，我想吃，我直接过来。啊，这里干得不错了呢，还想打包回去。喝两口茶，等一下我先去洗澡休息了啊，现在都很累，2点钟了，都累了。也非常的非常的感谢吴总啊，特意给我们准备了那个叫姜母鸭啊。哎。还有好货，真的不会了，去了还有好货回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先休息了啊。压压惊，喝口茶压压惊。4.6先分享到这里，喝杯茶就去洗澡了啊。我的4.6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了啊。拜拜，平安到家了啊。拜拜了，太累了，早点休息。